年考上了大学，怎么没有去上呢？我要是能考上，还用在这儿苦逼的去什么真经啊？你又逗我玩啊！昨天帮你申请信用卡资料，显示你是大专学历啊！啊？真有此事？这是有人顶替了你啊？是啊，听说他还做了老师，真没文化。这里是唐朝，应该叫夫子才对。这豆豆，就你是文化人对吧？啊，带俺老孙去找他对质。空空怼死他，霸气！哼，当初就是你顶替我上大学的，你可不要乱说，信了信我刚才诽谤。我上的是自己的大学。哼，你是瞎吗？你用的身份证号都是我的。那又怎样？学我已经上了，胡子我也当了。你打我呀！麻蛋，这么嚣张，走！找教育部长评理去，走就走。菩萨，这货冒名顶替我上大学，你可要为我讨回公道啊！啊，菩萨，我也是受害者呀，因为这件事我都流产了。你俩说的好像都很有道理的样子，我看你们两个私下里自己解决吧。我要上诉，我要讨个公道。一个破学校，你一次的折腾有意思吗？爱上哪个到哪个去，告到联合国我也不怕。小样，你爹是潘基文吗？看到联合国不怼死你。潘基文不，如来佛祖，你来评评理，这个渣渣冒名顶替我上了大学呀，我这一生都毁了。佛祖冤枉，我也是求学心切，我愿意提供补偿。先把学历注销再来谈补偿，我辛辛苦苦考的大学你怎么上的？是哪些人在徇私舞弊？你现在走的人生是我奋斗的，我该走的人生，我错过的时间、青春、机会肯定不可能再有了。你盗取了我的前半生，我的后半生还要为你服务吗？快，佛祖，快拿出你的饭盆来怼死他。对于大部分农村考生来说，大学是他们命运的转折点，是一家人翻身的希望啊。你顶替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，而是剥夺了他们的未来呀。在这个法治社会，任何一个徇私舞弊、知法犯法的人都要受到应有的惩罚，相关人员罚酒三杯，面壁思过。那个看视频的到现在还没有扫咱们的二维码，关注一封知音啊。哦，蓉儿你别担心，也许大家都在忙着吃辣条，一会儿就该扫了。那身边有手机的呢，就赶快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吧。手机观看呢，就在微信里搜索公众号一封知音的全拼，就能找到我们了。